啊，你真的要帮我按摩吗？啊，好啊，最近肩膀正好有些酸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哎，怎么了？直勾勾的盯着我看。哎，穿外套的话肯定会不方便吧？当然得脱掉才行啊。那我就趴下喽。你可以下手重一些，听说会比较有功效啊！疼疼，疼疼疼疼！啊，没事没事，你继续吧。力道变轻了呀，啊，看来你果然还是心疼我的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左边那下很舒服。累吗？啊，一直费力气，手会酸的吧？肩膀好像没那么僵了。啊，以前画画累了，还从没有人帮我按摩过。专业的技师。我不喜欢外人随便碰我。所以以后也要偏劳你了，姐姐。啊。只是上台致辞而已，浓妆和淡妆都可以，按你喜欢的样子来就好。啊，粉底有点凉啊。不过你手上的温度好高啊，是在紧张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听你的，我这就把眼睛闭上。好好痒。还挺香的。和你没关系，是我偷偷睁眼才让毛刷刺到的。好了，已经没事了，你继续吧。你拿口红做什么？怎么像是惩罚道具一样？来，想涂就涂吧，我倒是可以满足一下你的特殊趣味。怎么不动手？你要是不来的话，那就换我喽。来，坐下，抬头看着我。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是更适合你一些。嘴张开一些。没错，哎，不要动。对对，就是这样。涂完了。非常好看，真的。啊，沾上口红了？哪里啊？没事，只是在衬衫内侧，也不是特别显眼。就让它成为我们之间隐晦的秘密吧，姐姐。